会想试一下，然后也蛮有兴趣，然后都就今天看到那么多新的东西，当然会想要尝试一下。有点奇妙吧，很好玩，我以为自己是小只的，现在是还没办法结合在一起，还没有那个感觉，就很特别。每一段都很特别吧，蛮有趣，然后也很特别，很棒，特别棒。记得这东东鼠的招式好像蛮厉害，就是每一个牌子都需要它。我最喜欢的应该胖猴了，因为在我背包上面也有一只胖猴，现在还是胖猴。非常开心，因为这个宝可梦也是从小到大都会看的卡通，然后能够参与这次的拍摄，我自己当然是非常开心。